大家好，我是象棋主播男神，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先手棋，录制一个敢死炮啊。咱们先来一个车八进二，车八进二，看对方会选择一个中炮，好，那么对方啊选择一个炮八平，咱们直接炮二平八，让对方打掉这个炮。好，那么对方打掉之后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敢死炮啊，敢死炮是有什么作用啊？这样的话打掉之后，咱们直接马八进七，马八进七，将来啊，对方肯定是想着退炮。他为什么想退炮？退炮的目的就是说他想把这个炮啊，将来保住能打出来。但是这个棋其实是一个。气炮这个棋其实一个气炮取车的棋，那这样的话咱们车九平八，他如果平中炮打过去，咱们就马七进踩掉，踩掉之后对方打过来的话，咱们平炮将军。其实这个棋敢死炮的正解的棋就是你不能打对方这个中马，正解的棋是兵五进一，这个棋就直接解了。这样的话咱们平炮将军的话，对方上象的话，咱们进车压马，压马的目的就是说平炮打死车的棋，这就是一个敢死炮的棋。为什么弃这个炮？弃这个炮就是让你打这个空头，打空头的话，这边平炮将军，然后进车压马，然后这边平炮打死车，这棋基本上就败了。正解的话是。你打鹅了这个马之后，对方踩掉你这个中炮之后，你这个炮就不要发了，直接兵五进一，将来这个马还是对方还得死掉，这样的话这个杆子炮就解了。这是一个正解的这个棋，他选择一个打空头，十打空头这个棋基本上就中招了。那你马八进七，我就直接吃个马得了，吃马带炮。吃马的话，对方炮一进二，炮一进二的话，咱们有车一平五，杀一下中兵，这基本上这中兵就没了。平车杀五马，杀五马的话，这马也不要了。为什么不要了？咱们杀的中兵，如果对方杀咱们这马，咱们砍象一脚。对方知识这两个死，只能杀这个马，这样的话白赚一个象。是。砍一脚，然后白吃一个马。完了之后，这边吃炮吃象，都是先手。他可能会知识。他如果正走的话是知识，他选择吃马。吃马的话，砍一脚，人家给你象了。咱们先吃掉这个象，砍将不能砍，因为这边这个象啊还有一个象，这样的话他回一个窝心马，咱们这样再砍这个象。这样的话窝心马都憋到里面了，将来一平车绝杀了这棋。刚才给大家说错了，直接先平车杀掉象，杀掉象之后，因为对方这个象落不下来，杀掉象之后再回马，回马的目的是什么？回马的目的是想着我正好踩一车，然后这边象车，他感觉这个棋啊是一个得车的棋，其实是一个昏棋，马回窝心，不死也发昏。这样的话对手直接认输了，感觉极不精彩的话，咱们鲜花礼物维持一下。